老婆回来了。老公，你回来了，老公，赶快来吃饭。哇，这么多只虾跟这么大颗的鹅啊嘞！啊，来来，到时就弄瓦跳跳，冰冰叫，赶快来吃。哎呀，哎呦！哎，那球他到底在干嘛啦？那边抄到球就上来放枪啊，可惜啊。对呀，一直都不进去。对。老哥，嗯，那我先去洗狗狗喽。好，快去，快去，快去。哎，来来来来，进了哈，就说嘛，哈哈，赢了赢了，长杆没问题。老哥，嗯，我好热哦，老公。热啊，开冷气啊，家里又不是没冷气。哎呀呀呀呀呀！哎呀，又没进。老公，奇怪，为什么有这么多蜘蛛丝啊？蜘蛛丝？那有可能啦，我昨天才扫过，怎么有蜘蛛丝？哎呀，这球应该要进的。不是啊，老公。嗯。老公，你今天搁吃虾啊？啊，搁吃鹅啊？阿甘公，你没有什么要跟我表示的吗？啊，老婆，嗯，谢谢你今天准备那么丰富的晚餐给我吃。那个鹅啊，好大颗，啊，那个虾子好大吃哦，啊，嗯，谢谢你。哎呦，才一下子没看，怎么又落后十分了啦？不是啊，老公。老公，你不干嘛跟我们今天吃完饭，饭后应该来一点点什么啊？什么啊？饭后，嗯，甜点，嗯 ，coffee tea or me， 嗯 ，tea 冷泡茶。哎呦哎呦，追上来！我让你一个劲呐！什么冷泡茶？我跟你讲，不要说冷了，你做嘛心都冷了，下面也冷了啦！我告诉你，唔免，我跟你讲，自己开始，蜘蛛我跟你亲，蜘蛛网我自己亲。你在这困就好啊，你今天不要给我进来了，气死我了！这怕被创啥啦？我讲冷泡冷泡茶尔。啊！伊多是讲 coffee tea 乌圆对不？你讲要吃甜点，你想要吃芋圆啦！哎呀，我怎么没有意会过来？老婆，阿伯，来一份芋圆啊啦！哦，真是可恨死啦！我跟你讲，你给我讲，你给我讲，我马上叫我家你芋圆，芋圆，芋圆。无啦，吃芋圆嘛唔对，啊，冷泡茶嘛唔对。咖啡，回你个去啦！啊，有诶，直接讲嘛，咖啡、tea、芋圆，那我们先不，你到底要叫我啉啥、吃啥啦？哎呦，喜欢我们这一期的影片吗？嗯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这样就可以准时收看到我们每一期的影片哦。马上通知你。